是一个什么操作呀？今天呢，又是欧外家族联机玩恐怖地图的时间，你们肯定很好奇，妮妮去哪儿了？对，妮妮她又去看电影去了。我轻轻的打开了开关，冲哥去，你不行，你太菜了。真有钱来了！哇！我刚刚电筒，哇，我王亚瑞被追到了！啊，我拿到了枪棍，快跑！跳下去，他们快！我也跑了，我也跑了，我也跑了。这一气呵成的动作真的是太牛了，小徐好可怜了，被我和大魔抛弃了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小徐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了。大魔走，接下来跟上大魔的步伐。这里看着很吓人，实际上一点都不吓人。它除了声音有一点大，其他啥都没有，只需要疯狂的往前面跑就行了。不过我好像没有看见小徐耶。来到了一个祭台，这里貌似要找三个东西：指南针、望远镜和药水。来，小徐，快上去送死！这三个东西藏得非常的明显，就在前面。但是拿到一个就会触发一个怪物，所以这里只能让小徐去送了。咦，这两个要没？我也没了。要观战一下，东西踩掉啊！对，要观战，观战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捡一下，怎么会嘎呢？好黑哦，来了，快跑！对了，怎么掉伤了？要点关站。好，关了，关了，大魔快拿着，通关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然后放上去就可以通关了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药水、指北针。快，快跑！这两个小短腿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小心没了，小心没了，小心没了。他为什么不消失啊？大魔，快吃星星啊！哦，他没有消失完，你等一会儿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铁网都没有开，我怎么吃？啊，总算是消失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快吃星星啊！对呀、啊，我真厉害，真棒。